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我们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4度。而在太武来一根春日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7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6度。而在高雄的原乡桃园那玛夏茂林最低温9度，最高温24度。嘉义的阿里山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21度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5度，最高温21度。而在台中的和平区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20度。苗栗的南庄狮潭泰安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18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9度，最高温18度。新北桃园的乌来跟复兴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17度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20度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还有吉安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23度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2度。寿丰跟丰滨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4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3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22度。接着看到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23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2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及卑南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4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4度。而在台东的兰屿最低温22度，最高温24度。外岛的连江、建盟、澎湖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19度。